伤药里的天风散和天王金疮丹，你都有用过，里面的白毛女子有了记忆化丹，我听听你的脉象。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，那两味药孕妇真的不能吃。你别胡说！你难道不是怀了欧阳的孩子，所以才那么着急要去东京找他吗？我没有。 少胡说八道！那你若是再是女，怎么能跟别人说你有了别人的孩子？我不都跟你说了，再骗船老大吗？事出从权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可是个皇城司，哎，三娘是我朋友，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，我憋两句话骗又有什么呢？而且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不说是你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只跟船老大说了，别人不会知道。 所以说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孩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总之就是别人。哎，行行行行，我认点倒霉吧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占我便宜一股钱呗。我莫名其妙就当爹了，不应该是你占我便宜吗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！难道不是我救你的朋友在先吗？